春困秋乏，立秋了正是吃碱性食物的黄金时期，可千万不要错过。建议你每天吃两块这个山楂烤核桃，连续吃上一个月，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？普通人都不知道，山楂核桃是天然的碱性食物，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，常吃是非常好的，尤其是早起空腹吃。所以我在家囤了很多，原料精选大红金星山楂，新疆薄皮核桃仁，老师傅三蒸三晒制作而成，15斤的鲜山楂才能做出1斤的山楂糕，高钙高膳食，一口下去软糯酸甜，酥脆爽口，满满的山楂核桃香，家里老人小孩孕妇都可以放心吃。如果你经常大鱼大肉，建议你吃两块，如果你还常年贪冰贪凉，建议你把它当饭吃。很多人都知道山楂核桃富含18种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等人体所需元素，再搭配上红枣这种高营养食材，对于经常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，常吃是非常好的。都是独立真空锁鲜包装，随手打开一包就能吃。原料精选去皮核桃、山楂、红枣，经过传统古法文火熬制，10斤新鲜山楂红枣才能熬出1斤山楂糕，是真正的健康零食。吃在嘴里，山楂软糯爽口，核桃酥脆香甜，味道真的是绝了。